Entendí. Yo no he dicho nada de coja. Entendí, no. Bueno, entendí.按摩，肾脏体外按摩。还打手肘肘了。按摩耳垂啊，又花着身体热气。放松手做握拳动作，拇指在内了，热拳，要站稳。2020年发生全球性的瘟疫，新冠肺炎。古代清朝时代盐水地区也是发生瘟疫，有的时候长达50年。后来关圣帝君只是在元宵节时候放鞭炮。用烟消消除那个空气中的病毒，演变成元宵节放风炮，盐水放风炮的由来。清朝光绪年间的事情，现在要打疫苗了。看我要打疫苗。2021年元宵节，盐水放风炮停办了，是因为新冠肺炎。5月到10月好像下旬也有风。进入三级警戒，封城，类似封城啊。那餐饮类、娱乐类、庙会，有的都不能办呢。2021年。西港庆安宫的杀王船没有办，绕境也没有办。王船火化，送王船活动没有办，延期啊，要延期了。现在已经11月了。新宁济安宫。大庙，农历10月15连到溪水溪那边有泉水活动呢。然后柳营了，盐水地头杠、南头杠跟柳营有关系的，柳营。办活动啊！南投港宋江镇
早期两个镇，后来一个镇，要参加活动。台中大甲城南宫妈祖庙，每年的重要活动，因为2021年新冠肺炎影响有延期啊，范围没有那没范围。没有那么盛况，避免群聚感染。
金陵进柳营庄呢。新时代的男女啊。宋江镇打脸了，花脸宋江镇，怕兵了。赵公明就是武财神呐、啊，有时候邯郸也是他呀、啊。五路财神的中路，五财神赵公明，商朝末年的名将。参考《封神榜》《封神演义》哈。
2020年，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，新冠肺炎，死亡100多万以上呢，很可怕。染疫的又1亿多呢，很可怕。初期说中国大陆武汉地区什么菜市什么市场，可能是卖动物的市场传出来的武汉肺炎呢。后来可能因为交通方便，搭飞机各国旅各国交流，各国交通运输，然后可能引起传染到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呢，才会变那么严重。后来又变重，新冠肺炎病毒，新冠病毒还有一变重，好可怕。2021年有疫苗，有疫苗，打了疫苗，大部分都是疫情减缓，但是。欧洲在11月，好像说11月份有反弹呢，好像又有些地方严重起来。
购物山，也有说，也有写购物黑山呢、啊。购物山也有写购黑山。贵会啊。南投港人，地下卡石埔，地下卡八楼也古阿港，本镇来留念。盐水镇地头港，南投港地头港，盐水镇南投港地头港，竹埔盐水竹埔地下卡。积水溪北岸啊，然后八老也靠近柳营了。龟仔港，靠近六甲呢，柳营。五镇就是宋江镇为主，宋江镇。奇怪啊，这结果啊！洞里面一个龟字，吸骨，人伊讲吸骨，
前李义工啊，用新的换给他。柳荫人呢？嗯，错了，很清楚，很用心呢。嗯，这。大学生就已经做得这么好了。优秀，优秀。地平外的营就跟明朝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屯田有关系呀。你看柳营旁边的新营，靠近家里的旧营、古营、老营呢？那个是后营，旧营是盐水附近的，盐水附近的太子宫附近的旧营呢，东边的新营呢，南边新营南边柳营呢。在南边林凤营，新营北边呢有后镇呢，前镇是在高雄呢。鸭龙香，嗯，家里的，家里金汤店。西港也有资源呢，黄埔长面西港，西港就是清安宫了嘛，有资源家里金汤店呢，曾经在台湾历史博物馆，台湾历史博物馆展览那个王串饺店呢，就是家里金汤店的王串的，王串离世的，还有相关文物，还有大烧的王串。中原那年旧了，成功展览。
尽量稍微民俗。红樱花中研院的研究人员，还有那个消融香的光碟片呢。柳荫有新荣中学、新荣高中，你看跟吴新荣有关了、啊。名人，博士后研究红樱花这么优秀，博士后研究中研院的正大的荣誉教授，名誉教授，荣誉教授，荣誉啊，荣誉教授，正大宗教研究所，也有研究一贯道的。
这个语言怪怪的。人脸呢？那柳莹就是金莹啊，金莹的。还是刘莹。